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的女儿，屏东人。我爸爸就是很乐观的，他就是喜欢看前面，他就是每一次就是会看到一个人的心理是怎么样，他就是不管这个人是贫穷的，是有钱的，是这样是那样，有病有没有病，有是正常的，有是残障的还是什么，他什么都不管，他就是看这个人的心，而且他就是很会想到这个人的将来的可以怎么说，他去读书可以做，可以学到别的东西，像他就是像那个小的小儿麻痹的孩子们，我爸爸就是很愿意让他们去上学，因为他知道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大学，可以有工作啊，这是我特别我爸爸的一个特色，他就是看到人家的那个 potentials。 从小我看我爸爸都是跟他的心都是在最贫穷的人那边，他很喜欢帮助他们，有麻风病人、残障的人，他就是最愿意帮助的。那我从他那边我学这个，我觉得很感动的，所以我就是自己也很愿意做这个工作。谢谢你们大家把这个书翻译，可以让我家的人，我台湾的家的人可以看，那我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